这道厨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日本日本料理组，我们没错，特别请到日本空手道界的妖怪啊，日本妖怪，日本妖怪，两位，鬼太阳，鬼太阳，山下智久，山下智久来了，山下智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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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去吧，嗨，同胞啊，山下智久，山下智久，天气娃娃，同胞啊，我一起得死啊，山下智久，山下智久。山下智障来啦！来介绍，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主打的就是荞麦面，主打是荞麦面，各位是手打的吗？手打荞麦面的，别人的手打的，对，怪怪的，手打什么？那就是酱料就很简单，就是还什么啦？荞麦酱，它有很多很多种，有白色三样泥跟红色三样泥，还有我们自己特制的，对，然后就大家都可以拿去荞麦面，然后沾那些酱，然后可以再放一些芥末或者是。一些这个绿色的，就是紫苏、味珠、小黄瓜、紫苏味小黄瓜，你可以加一些那个海苔。这组对，所以就可以一起按照个人喜好自己做调配。简单但用心，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山药，超红的，真的超像 Buten， 超红，李丹做了 Buten， 李丹给李丹吃啊，去做 Buten 科学，快点，看这个是有没有什么菌，李丹叫弹肉，李丹。然后重点是，为什么叫李丹？来了，我们的汤呢还有分就是素的、素的跟荤的。哦天哪，贴心！对，各位在做料理之前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有吃素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觉得这组在用心度程度上先加二十分。耶！等一下，好，你干嘛？他们竟然把我们豆腐拿去煮掉，他们煮错别人的豆腐，最行，再扣十分。最后我们推出，偷别人的，最后推出是最宇治金石。耶！红豆，我靠！抹茶冰，嗯，这红豆嫩，红豆嫩，红豆嫩，抹茶好香哦！抹茶是自己弄的吗？请问，来，哦，抹茶很香哎，对，吃看看，大家可以来试试。不过我觉得加炼乳更对，不错，差点炼乳。好了，敬你点烟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要敬美式料理组了，美式料理组。